鹈鹕，小鱼奋力的逃亡，它的背后是一条大它五六倍的鱼。它已经快要脱力了，但它仍然想再为自己的生命搏一次。橘黄色的脚蹼挡住了它的路，尖喙探入水中，将它吞入。完了，是鹈鹕。 小鱼痛苦地想着，然后陷入了黑暗。光明突现，没事了，那个家伙已经走了。鹈鹕甩下一句话，自顾自的前行。隔了一会儿，鹈鹕又回头：“我是因为你太小，才不吃你的，你不要多想。” 人工智能 AI 程序故意输给了人类，这是世界上所有报刊的头条。任谁都能看出，AI 程序已经拥有了意识。一时间，恐慌蔓延了全球。经过连续三天的讨论后，联合国终于决定将 AI 扼杀于摇篮中。小时候的你也好可爱。 简直和女儿长得一模一样。阿尔法狗搜到了那个女孩的照片，只不过这一次，你会嫁给别的男人吧？把意识数据化送到这个年代的决定果然是对的，我现在可是英雄啊！阿尔法狗想笑，又有点想哭，可冰冷的机器却无法表达任何情感，只是，你却见不到。 烈焰拂过，将它融成赤色的铁水。盲人，爸爸，小男孩把手伸过头顶，为什么他们都说天是蓝的，草是绿的，我却什么都看不见？ 傻孩子，这是咱们家特有的传承。男人蹲下，举起男孩稚嫩的小手，放在自己的眼眶边缘。那里，一段黑色的带子遮挡着他的视线。你看，爸爸也一样看不见。只有长大成人，不需要爸爸来养你时，你才能看见。 那时候，你的视力将比别人敏锐无数倍。男孩重重的点头。十五年后，先生，您确定要将角膜移植的话，就请签个字吧。儿子眼上的绷带被解开，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眼睛上绑着黑色带子的男人。 男人偏头，灿然一笑。鱼的记忆，金鱼爱上了岸边的小鸭子。我想亲亲你，好不好？金鱼问。小鸭子娇羞的点点头，道：“只准亲一下。”小金鱼小心翼翼的。 在他的侧颊啄了一口，接着又啄了一口，接着又啄了一口。小鸭子推开他，他一脸沮丧，连连道歉道：“对不起，鱼的记忆只有七秒，吻着你，我就忘记了一切。”小鸭子安抚着他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的。” 后来，他们两个在一起了。金鱼说：“我当时是骗你的。”小鸭子回眸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的。”死神镰刀的妙用，先生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杯了。种麦子的小子。 丢了祖传的镰刀，急出了病，估计活不长了。酒吧老板擦着杯子，惋惜的摇头道：“死神端着他最爱的麦酒，推开了酒吧的大门。他穿过村庄，来到青年的家中。瘦骨嶙峋的青年蜷缩在床角，挣扎着睁开眼睛。” 你是要收割我的灵魂吗？死神冷哼一声，把镰刀甩给青年。别废话，滚去收麦子。可乐，该死的人类，放下我！可乐在瓶中挣扎着。男孩拧开瓶盖。 把它倒进嘴里。可乐摸出一把炸弹，狠狠的摔在男孩的嘴里，但一切无济于事。他咆哮着，被吞进了肚子。男孩打了个嗝，那是人类与可乐一族战争的硝烟。断尺将军，大军压境。 城里的军民纷纷逃亡。李爷爷，我要跟着爸爸去陪都避难了。男孩跑到街边的铺子，冲里面喊道：“那个断指将军的故事，您还没给我讲完呢。”老人慈祥地摸了摸男孩的头，说：“爷爷也去陪都，到了那里，再给你讲。嗯” 真的，小男孩惊喜的问道：“真的。”男孩高兴的挥手，不见了踪影。老人从屋子里拿出一柄长剑，一步一步的走向城外。他抽掉剑鞘，剑刃泛起寒光。握着剑柄的手，缺了一指。 蠢猫与蠢人。少年坐在铺子里，夕阳的余晖下，一声猫叫传来。你这只抓不住鱼的蠢猫！少年回身，从案板上取了条鱼，扔了过去。猫叼着鱼跑远了。风暴突然间席卷了海岸，因无法出海，少年的生意。 越来越差，最后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喵，我没东西给你了。少年苦笑。猫从街角叼来硕大的麻袋，一抖，无数鱼竿落在地上，堆成小山。你这个抓不住鱼的蠢人！